是生厨余堆肥。那生厨余堆肥有几个步骤？那我们要参照我们的环保堆肥制作的程度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准备一个堆肥桶。那堆肥桶的部分必须要有盖子，盖子的部分。然后盖子里，堆肥桶里面有一个滤网，这个滤网就是要过滤我们的地肥所以这个地那个堆那个滤网要放好。还有一个部分我们要注意的就是，这个堆肥桶它必须要有一个开关阀，这边。那开关阀我们做的时候要关起来，这样子就是关起来。那这个第一个礼拜它会流出液体，我们要准备一个保特瓶，然后把液体盛起来，起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液肥的部分。那这个稀释500倍，我们可以拿来当液肥，就是环保液肥，那也可以拿来洗厕所。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材料部分哈。第二个，我们的准备的东西是菌种的部分，这个是菌种的部分。那等一下，我们菌种跟我们的稠糠，还有我们的咖啡渣也可以，甘蔗渣也可以，可以用2份的菌种，1份的那个生厨余的部分，那个都是回收再利用的。这个是菌种的部分。那第三个是菌母的部分，就是我们这个是我们做酵素剩余的酵母菌哈。那这里面因为发酵过了，它可以拿来当菌，这个第三个部分。那第四个部分我们要准备的是咖啡渣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2:1的比例，可以用咖啡渣也可以，然后用这个甘蔗渣也可以，甘蔗渣也可以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那个稠糠也可以。我分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哈。那我们要用2:1，2份的菌种，1份的厨余，那个是干厨余，干的哈。好，那现在接着我们就开始来做。第四个部分我们要准备生厨余的部分，就是这个果皮，这个是果皮。然后这个凤梨皮也可以，凤梨皮。然后这个蔬菜，新鲜的蔬菜也可以。煮过的不行啊，煮过的因为它有油脂，会影响到你发酵过程的菌的那个堆肥，所以煮过的不行，要生厨余，新鲜的厨余。然后第四个，还有我们就是我们现在要来做2:1的调和，2份的菌种，2份的菌种。第5个步骤哈，我们准备的是生厨余的部分。那今天我们的生厨余，我们准备停，开始哈。制作堆肥的部分，我们用三明治堆肥法。好，第一层是蔬果层，第二层是发酵层。那今天我们准备的生厨余的部分有，蔬菜叶，还有凤梨果皮，还有芒果皮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做第二层的部分，发酵层，1至3公分，1至3公分啊，平铺。来，我们再加一些蔬菜，1至3公分就好，薄薄一层哈，让它有空间可以发酵。这个步骤哈，在这里哈，我们多加一个菌母的部分，就是这个我们做酵素剩余的菌母哈，我们让它来中间做一点发酵。好，它在上面哈浇一点汤汁也没关系啊，这个就是那个酵素哈，就是比较浓的酵素，它来发酵。接着再来我们的发酵层。
的果皮层。这一层发酵层。菜叶的部分，再来发酵层，再来果皮层，再来发酵层，来，我们现在示范的是第七个步骤的部分。那第七个步骤好，我们多加一些菌母哈，这个是发酵过剩下的果皮哈，这个是有酵母的。酵母菌，我们加一些让它发酵。接着我们再来一层发酵层。那这个地方我们发酵层要做三公分，那三公分就是要隔绝它中间的空气，上面的空气让它中间做厌氧层，隔绝空气，所以这里要做三公分，再来厚一点，三公分。这里为什么要做三公分，就是因为这里我们要做厚一点，让它厌氧，就是不能接触到空气，那在中间发酵，那这到这个部分我们就差不多完成，差不多完成，我们要准备一个盖子，盖子，盖子要盖起来，然后我们要封口，停，步骤好。那第十个步骤我们做三公分发酵层，那发酵层是要让它厌氧，在中间发酵，然后上面隔绝空气，所以这个地方是三公分。那这个地方做完以后，我们要准备一个盖子盖起来，盖起来。那我们要标上日期，然后还要封口。今天的日期是103年4月26号，那做完以后三个月，我们就是要变成我们的厨余堆肥，一包一包的厨余堆肥。那三个月以后，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发酵的过程。那这个地方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部分，就是这个开关法的部分。那第一个礼拜我们会准备一个保特瓶，就是要喝上我们的保堆肥。那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部分，就是开关法的部分，我们再来讲一遍哈。开关法的部分，这里有一个开关法，第一个礼拜我们要打开，用一个保特瓶来收集液肥的部分，那液肥收集起来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。那这个可以拿来当液肥稀释500倍，来浇我们的花还有我们的蔬菜水果，然后这个也可以拿来洗厕所。 OK， 搅拌一下是为了让它再次融合，因为有时候它里面没有那个空间，没有发酵完全，就是说我们让它加速它的发酵，那酵母给它压下去都没有关系。那个酵母是没毒的，这个酵母其实你拿来洗饼的时候，这些酵母是很可用的，因为酵母它会分解厕所里面的杂菌，它跟带走那些污垢，